叶枫，部长，回来了。这怎么一个人都没见着？哎，我们刚训练完，可能大家都在休息吧。啊，他们可能去吃饭了，所以没看见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们俩嘴还是那么碎。欢迎叶副站长归队！欢迎叶副站长归队！敬礼！立兵！时刻准备！时刻准备！解散！欢迎归队！欢迎归队！欢迎归队！欢迎副长，可盼到您了。秋豪，兄弟们知道你回来，昨天一晚上都没睡。还走吗？不走了。站长等你呢，去吧。带什么好东西了？猪肉、大米、土豆。这搁那儿就行了。啊，胡爷吗？没有。嗯，慢点。有。你小子，二位同志辛苦啊！我是岛上的志愿消防员，我叫毛孩，欢迎来岛上。你好，我是四级消防士李西成。四级消防士冯哲。哎，你的。老鬼，嗯，我看这两个还不如以前那几个好。我要么用不了一个月，我就得把他们送回去。 哎，那个穿迷彩服的，是你们志愿消防站站长吗？啊，是。毛孩，交给你了。啊，好，走吧。啊。咱们啊，平时没什么工作，挺轻松的，有时间就都来这儿走走，走进民众，响应号召嘛。是。你不用那么紧张。 我们这小岛不比你们城里，没那么多规矩。你们呀，把自己管好，别给我们添麻烦就成。这钱家村是岛上唯一的村子，大约有30来户，差不多60多人。那咱们消防站一共有多少人啊？20人，那不少。哎，是两个，只有我和老鬼，现在加上你俩，一共4个人。哎哎，小兄弟。 4个人，你开玩笑呢？我是认真的，没和你开玩笑。咱们就说一个饭馆啊，一个饭馆着火，至少需要一个搬救员吧，更别提什么台球厅、网吧之类的了。可是你说的这些，我们这儿压根儿就没有。哎，毛孩，又来新人了。啊，许叔，又打鱼去。啊，你先忙啊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提醒你们，我们这儿没有手机信号。 也没有什么 WiFi 覆盖，你们要真想打电话，就只能到对面山头。快到了，赶紧走吧。凤哲，我有点后悔来这儿了。班长，我也有一点。快走，马上到了。 走吧，快走吧。报告，进来。回来了。啊，空着手回来了。把蓝眼精神带回来了。早知道你会回来，可是没想到这么快。安定是我的根呢，而且。 你不是还在这儿呢吗？说说吧，什么是蓝眼精神？此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各所之长，协同为胜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比我们强啊！我们当年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做到。启航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人和是一个优秀指挥员必备的才能。放弃偏见，善于发现，是方法。 砥砺前行才是核心。从现在起，意味着你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我明白，站长。嗯，你先去收拾吧。是。
真真，快请进。我和真真的事，谢谢你。你和我还客气什么呀？你和真真都是性情中人，真真又对你一往情深的，谢我什么呀？啊，对了，戏城在那边，你放心。 这里是海边，潮汐重，这些都正常。你们就先休息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小兄弟，哎，你看现在都下午了，我们还一直没吃饭呢，能去哪儿吃点东西啊？瞧我这记性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刚来这岛上，不了解岛上的情况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今天没饭吃了？对不起，就委屈你们二位了，明天补给你们。 大白天睡什么觉啊？集合！快说！哎，站长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去吃饭？ 你也饿了吧？魏叔，哎，可以啊。 那儿还有呢。哇，站长，这全都是你自己做的吧？这岛上没站长，叫我老鬼吧。行，那我们以后就叫你老鬼了。这儿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后训练的地方啊？没有我们，只有我。今天是你们上岛第一天，估计啊，也是我和你们交流最多的一天。你们在岛上爱怎么折腾我一概不管，但是有三条规矩。 第一，不准麻烦村民；第二，不准碰我的渔船；第三，以那个栅栏为界，不许踏入训练场半步。老鬼，你开玩笑呢？我们平时不训练，救援的时候怎么能保证救人啊？救人有我跟毛孩就够了。你们不是岛上的，不用插手。我们怎么不是岛上的？人都调过来了。哼，我太了解你们这帮小少爷了，待不了几天。 就熬不住哭爹喊娘的叫苦，蹦着高的要回去。老鬼大叔，您一定要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坚持得住的。哼，在这岛上，不是熬人，是熬心。真正有能耐的，怎么会被流放到这穷乡僻壤来？啊，我警告你们啊，别吃着我的粮食还给我添麻烦。我觉得您可能太低估我们的实力了。 实力，哼！西城哥，这大叔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不是，他哪来的这个劲儿啊？他，西城哥，我感觉刚才那个大叔不像一般人啊。
不是一般的自负，对吧？他不是不让我们参加救援吗？哎，我偏要去。走，饿了？嗯。哎，其实我也挺饿的。哎，这吃不饱也没力气战斗啊。走，哥带钱了。 可以呀，藏这么多宝贝。哇，鸡蛋！哎，哥，这还有大米呢。好，现在万事俱备啊，只欠东风了。风筝，你去把那个大米煮了，这掌勺的事儿就交给我了。哥，你会用这个吗？你不会用啊？嗯，这也都不会用。 看好了，好，哥，要不然我给你找个防毒面罩吧。找什么防毒面罩啊？看不出来啊！你跟我啊，这叫控制火候。哦，咱们必须要赶在老鬼回来之前，把这顿饭给吃得饱饱的。好，米淘好了吧？马上好了，快一点，我可以炒就好了。 像有点糊了，这怎么能是糊了呢？这叫做铁板西红柿炒鸡蛋，没见过吧？哥今天带你见见世面。好，这个，哎呀，尝尝。 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你想想，我们平时等着吃饭的时候，警铃一响，我们就出任务去了，回来的时候菜早凉了。你看这，你就外冒着热气呢。<笑>你小子，有前途，有前途。哎呀，好，嗯。 吃了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烤鱼呢。小小年纪就玩火啊！晚上风大，着火了怎么办？赶紧回家去。以后不许玩火了啊！快点跑。
情况这是啊，谁啊？老鬼，你行，给我等着！我跟你讲，干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就这么跟领导说话的？ 咱们俩今天第一次见面吧？啊，我之前没有得罪过你吧？你对我态度不好，我认了。可能你天生就是这个臭脾气，你不给我们饭吃，我也认了。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。但我刚刚啊，我刚刚在洗澡呢，我偷洗到一半，你把水给我停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岛上淡水有限，每晚10点准时停水，这是规矩。我们才刚来，谁告诉过我们？我们怎么知道啊？跟我有关系吗？ 是毛孩没有告诉你们清楚，小子，发火你找错对象了吧？老鬼啊，你这守不住规矩，趁早卷铺盖走人。出去。行，把门给我带上。 西城来电话了，嘿嘿啊！哎，喂，张姐，哎呦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呢？你想吓死我，你才开心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张姐，你第一次当消防员的家属啊？我这初来乍到，总得熟悉熟悉这岛上的情况不是？那你到了那儿也先给我打个电话呀！你真是，哎，对了对了，怎么样？ 咱俩住的怎么样？吃的怎么样？哎哎，欣桐志对你怎么样？都友善吧？张姐，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，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呀？你就放心吧，我这儿一切都好，没有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儿子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你妈就放心了。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啊！还有啊，最重要的要跟同事搞好关系，说说你那破脾气啊！知道了。 我跟你赵叔正在忙活着呢。没事，常给你妈打电话啊！啊，好好挂了。刚刚，这回你该放心了吧？喂，一冰。喂，西城。 哎呀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，就给我打过来了。咱俩简直太有默契了。我这来到岛上啊，我才发现，这儿的信号特别不好，有的时候电话都打不出去。
说大叔，我叫您大哥行了吧？昨天一晚上我们满屋子都是蚊子，这一晚上我们算是个蚊子献血去了，到天亮才睡的。你看现在才几点啊？5:30呢，5:30啊。我叫你起来了吗？你号角声音这么大，谁听不见啊？还有啊，现在呢消防已经改制了，已经没有什么起床号了，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听口令，立正，上去，立正。我就知道你们不够格，小子，听好了，消防改制，改的是制度，不改的是精神。你们连早起训练都做不到，凭什么做消防铁人？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们，不如我们比比啊。这训练场，我同意进来了吗？你越界了，走。哎，班长，等一下我，快点。昨天是不是我先停的船，你才靠的岸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为什么会撞了我的船？我不是没看到吗？那不是天黑看不清吗？你们老王家从来都不讲道理，丢人。听到没有，鬼哥都说你丢人，撞了我的船还想给我抵赖。我看你是皮痒先收着了，我现在就替你阿爸教训你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啊，二位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动手之前，我得告诉你们啊，岛上可是有规矩，打架斗殴，罚款200。你俩不想今天这活白干了吧？不是，鬼哥，是他撞到我的船。都别着急，哎，我说二位，这么早出海，拜过妈祖娘娘吗？当然拜过了。只有拜了妈祖，我才能平安出海，顺顺利利。他拜不拜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当然拜了。好，既然都拜过妈祖娘娘，那妈祖庙前那句话还记得吧？圣母，普慈众，海邦一体，死人皆赤子，溪口咸宁。鬼哥，你跟我们讲这些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庙里楹联上说的是，如果保持一颗纯净的心，那妈祖就会赐予他幸福、安宁。二位，我看了，那船啊，损伤不大，各自拿回家修吧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实在不行，留着我给你们修，保证跟新的一样，行吗？行了，鬼叔，你不用管了，我们自己解决。我告诉你，小王，今天你沾了鬼叔的光，要不。怎么着？好了，干活去吧，大伙儿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，没事了，散了吧，走吧，哎，那个抬过去了，瞧瞧，放心吧，走，穿戴挺整齐，有模有样的，给你们说过，到时候救援用不着你们。哎，冯正，你怎么了？班长，我有点不舒服。走，冯正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冯正，再坚持一会儿啊。好。哎，大爷，这附近哪里有医院、诊所之类的？没有。药店也可以。也没有。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医院、诊所之类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家里有没有治发烧的药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。走。慢点，慢点。你先坐下。猫猴，来了，有没有治发烧的药啊？你冯正哥发烧了。没有啊，冯正哥，你没事吧？冯正，你怎么吐了？妈，赶紧拿碗水。哎，猫孩儿，你不是就没个医生吗？生病了怎么办？没有啊。哦，
我想起来一个人，西城哥、冯城哥，你们俩先等会儿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这是怎么了？爸，哦，回来了，珍珍。哎呦，珍珍，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！这是他专门给您带的礼物。哎呀，还花钱买礼物干嘛呀？哎呦，这么沉呐，给珍珍累坏了吧？啊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直都是木，启恒帮我拎着的。哦，我捡了个便宜，到门口才拿过来。这还差不多。饭菜啊，刚做好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好，好吧。哎，等等，先洗手去啊。快去洗手去。老鬼，冯志他怎么样了？你一惊一乍干什么？是个大老爷们吧？谁一惊一乍了？现在人命关天，你先把你那个高要求、高标准都放一放吧。冯志他到底怎么样了？该不会要做个什么大手术之类的吧？做什么手术？这小子没什么毛病，初来乍到，水土不服。这么简单？这就是你找来的医生啊，西城哥，你放心吧，别的我不敢打包票，但鬼术的医术绝对是远近闻名的。就他？还有这技能？这哎，老鬼老鬼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就很不靠谱的样子，要不然我们找别的医生吧。你到底让不让他喝？西城哥，这是鬼术的独门偏方，你就放心吧。来，躺着吧，休息两天就没事了。这就没事了？哦，对了，记住我给你们制定的三条规矩。西城哥，好好照顾他，有什么事儿就去我家找我。珍珍啊，伯父的手艺一般，别嫌弃啊。今天要像在家里一样啊，一定要吃好。回头呢，伯父啊，再抓紧练习，提高厨艺。不是，伯父您太客气了。嗯，谢谢谢谢谢。您看这一桌菜，色香味俱全的。就这个，这菜我都切不好。哦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以后会好好跟着伯父多学习的。到时候做一桌拿手菜。把我们木头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以后我跟伯父天天在家等你回来吃饭。伯父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啊，没有。之前呢？之前，珊珊曾经也说过这个话。哎，珍珍，从今儿起，你就是我女儿。啊，启恒，以后得待我闺女好一点啊。伯父啊，特别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，相互恩爱，相互支持。相互珍惜，爸爸祝福你们。最关键的是，
你醒了，班长，你醒了。哎，来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洗这个，我想喝水。好，水。来，慢点。 谢什么呢？你睡了这么久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没有？好多了，好多了就行。看来老鬼这个药，多少还是有点用的。班长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瞎说什么呢？你没有给我们任何人添过任何的麻烦。添麻烦的人，应该是我。 要不是我当初执意非要到这个岛上，你也不用跟着我受苦了。不，一点都不苦。我能当上消防员，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，就已经是不敢想象的万幸了。而且你和叶战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。这话说的，大家都是兄弟。凤哲，其实你留在蓝烟特勤。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，你根本不用来这儿。班长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过一句话：只要有人命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发展的舞台。现在只不过这个舞台简陋了一点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这边的村民同样值得我们守护。 老鬼，你等等我啊！等等我啊，风筝。老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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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瞎嚷嚷什么呀？老鬼，风筝他又吐了。吐就吐了呗。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他不会有事的。他这一次不一样，他吐的都是些黑色的东西，他会不会更严重啊？他还喘着气儿呢吧？啊！等他不喘气儿了，再来找我啊！什么喘？哎哎，什么喘不喘气啊？老鬼！行啊。 老鬼，他不给我们治，自然有其他人给我们治，我就不信了，这正规的医院大夫，他比不上他这个老伙夫。西城哥，这里到下城，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，太远了吧？还记不记得咱们来这个钱家岛的时候，路过了一个军需岛，上面有个军需医院。驻军岛？啊，那我们能找到吗？我都跟毛孩打探好了。 咱们从钱家岛过去，根本费不了多少时间，而且，哥还准备了这个。
西城哥，啊，你会开这个船吗？质疑我的实力啊？有什么事我不会的？可是我们偷偷把老鬼的船开出来，他肯定会怪我们的。你刚刚上船的时候看到没有？船上写的什么？钱家岛消防，这就证明这船是我们消防站的船，凭什么他能用，我们不能用？西城哥，你就像我亲哥一样，对我真好。 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好好休息，多喝点水。一会儿，我就把你带到这个驻军岛上，找那个军需医院，我们找个好大夫，把你的病治好。谢谢你，西城哥。 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啊，你们先忙。 你好，需要点什么？一杯冷泡。哎，好嘞。可以坐吗？当然可以。